观众朋友，欢迎回来。现在介绍 GMCC 万通贷款在 Georgia Atlanta 的 Branch Manager Cheryl，Cheryl 非常欢迎您，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哎，我们加州的朋友跑到那边去买一个 Holiday House 啦，或者是买 Rental Property，就像刚才一心介绍的，还不止买一个两个，买很多，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贷到一点款。刚才 James 介绍的这种贷款的 Program 适合在买 Rental Property 用吗？非常适合。然后呢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。OK，首先介绍一下，我是 Cheryl，那个来自于亚特兰大哈。非常感谢主持人和 James，今天给我这个机会。那咱们 GMCC 呢有很多种贷款计划，而且我们是直接的 direct lender，这跟其他的 broker 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在众多的那个贷款计划当中呢，有一个特别，刚刚几个月前刚刚推出来的一个王炸产品，就是说我说是叫简易通贷款计划，也是刚才 James 所说的外国人无收入的贷款。那为什么把这一款产品称作是王炸产品呢？因为这一款贷款计划呢，它适用的人群非常广泛，不仅是美国公民、美国的永久居民。而且呢，非美国居民和外国公民呢都是可以来申请的。那中国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啊、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东南亚各国，还有南美啊、澳洲、欧洲等国的客户呢，他们当你们把资金汇入到美国以后呢，用于购房的首付也是 OK 的。那这款贷款计划呢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所说的无收入贷款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查收入还是有区别的？无收入就是说，在您申请贷款的时候，无需提供任何工作收入和债务的信息。那不查收入呢，是跟它是不一样的。那这款贷款计划，可以用于购买自住房，您的那个度假屋，还可以购买您的投资房。在那利率利息利率都一样吗？上，对的，利息都是一样的，在利哦，率上面哇哦！是没有任何差别，这也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您是外国公民，没有信用分数也是 OK 的，在这款贷款计划当中。所以呢，贷款利率也很低，就像刚才 James 所说的，利率呢还是在6.875左右，然后 APR 呢是在7.17左右 percent 哈。那为什么今天把 Georgia 放到这边首选呢？第一，房地产市场是比较 booming 在这边，特别是投资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就是，Georgia 州是我们 GMCC 这一个特别贷款计划的全国试点几个州之一，所以希望大家 take 这个 advantage。OK，太好了，那这个是王炸的产品。可是如果有人他没有40% 的 cash down，他必须 go through 这种要被 qualify 的，那这种的 program 里面，贵公司在亚特兰大的 branch 也有代理其他的 program 吗？有的，有的。谢谢主持人问到这一点了，您很精通这方面的那个情况。那我们在还 James 的训练之下，有，因为我们还有除了这个投资就是无收入，外国人无收入贷款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只查投资房收入的贷款，也是我们通常英文所说的 DSCR program 啊。如果您是投资人，急需要现金，特别是对于那些 LBNB 的出租房。和暂时闲置没有出租的投资房，我们还可以进行变现再贷款。所以呢，DSCR program 呢用得很广泛。那这一方面呢，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呢，是我们这个 GMCC 特有的。OK，那除了这个产品以外，对于小型的企业主 small business owner，我们还有不查报税收入的贷款计划。所以，我刚才所说的不查收入和无收入贷款计划是完全不同的。作为父母亲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孩子毕业工作以后，靠他们自己的实力买下第一套住房，更让人令人欣慰的事情了。那咱们的 GMCC 对于第一次购房的客户呢，也有很特殊的优惠的贷款计划，最低的首付呢，只需要3.5%。好的，主持人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，做这么详尽的解说。那我现在把剩下的1分钟的时间交给 James 来给我们做一个 summary。
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谢露，谢谢一心介绍的 Atlanta Market 非常好，我希望我们公司这个在 financing 有 leverage 帮助大家。关键另外有欢迎哈 local 的，不管 Atlanta 在美国48个州的贷款的同行啊，或者是公司啊，都欢迎加盟 GCC 也可以加盟我们做 mega branch 都欢迎。那个这个呢，麻烦可以到网站叫 joingcc.com，或者短信到6509961982。那么可以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10点半加州时间的online Zoom meeting，这个麻烦要 RSVP 一下6509961982。如果贷款呢，找 Shallow，哎，房地产要找一星去买，好吗？是的，我们今天除了了解了 GMCC 各种不同很 powerful 的 program，也了解到 Georgia Atlanta 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，尤其是在 rental market 是非常非常的 booming。非常感谢一心还有 Chery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当然更谢谢 James 给我们做的详尽的解说，内容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丰富，非常感谢您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